赛之前，所有的人都会在门口在现场那里拿到冠军，看到分数之后，那大家都全部都欢呼跳起来了，然后就开始放鞭炮，放完家里了之后，然后就去到他池塘那里，当池塘放樱花，那上面可能有200-300人，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开心，真的很自豪。